周瑜跟黄盖定计，就是明天如何来打老蒋的，就在这个粮道上做文章。所以周瑜今天看到这个粮道官的粮道官粮的管子，他既知其谋，所以啊，要把粮道官要推去散。粮道官心里都怕死了，心话头啊，再来找杀得了命就不得了。所以分明是你们倒卖我的官粮，将他帮了战为五十九位上来，粮道官帮人帮，拥拥朝下面推。诸葛亮坐在旁边，李祖毛先是头低着，眼眼的眉毛皱皱，摇摇头。把周冤枉周冤的文章做得不好得很，会题目非常好，大的你那叫大题小做的了，怎么想起用这么个粮道官？粮道官第一不得神明，没得阅历，没得见识，没得胆量，没得本事，又不得学问，这个文章的铺垫还是扎实不小。诸葛亮想想，就凭我这个时候所想不出个其他的办法来把你这个铺垫来弥补的了。先生心里扎心，正在想着，粮道官后面有人推出来，推到离帐口已经不远。粮道官呢，读到恩典啊。用小人兵，小人就领情；不用小人兵，小人就领行啊。这个两句最要紧了。两道公经商之害，活命就在这个两句上头。周瑜这听啊，兵，此乃胡说！中军帐乃系不虎帐，胡能不用人兵？退转来，退回头。诸葛亮坐在旁边，心里头有好。文章不抽，不仅不抽，而且是文章，一点铺垫不得了。他用个粮道官来去当中啊，一个主文编呢，写文章来，做任何事情最难是主文编，他这个主文编做得好了，他要编，把粮道官推回头，如其编不晓编什么人出来呢？周瑜喊出推出来，把粮道官推回头。到了中军帐的正当中，朝下一跪，周瑜招呼来：“先松绑，让他变。”是的，你不能帮助我变他，我都心里抖抖的，变不出来。松绑，让他变，绑绳松。如变，变得再利便，把不再利点开你香肠，即可收下。啊，是多少？小人是粮道官，就是上头来多少粮，我小人举个领子。底下管多少粮，我小人一个管粮的管子为凭，存粮多少不能问小人，问谁？问中东粮道官才晓得啊！照这个说相，你是官的也是，我小人官的也是呢，变得还在里吧？粮道官差得了，周手下上来把粮道官拜不够，二拜钱了，粮道官得了一十多钱了不够，第二年跑了，跑到四营在帐篷里头，在那个心里想啊，我就不懂啊，要杀我叫救兵，我都胆看把个黄老将军说出来究竟什么道理。周瑜讲的气昏好像往下的路来啊，各督道奔到军中的粮道应在谁人手内？鲁肃本来都得心思阿长，就给他问粮道应在谁人手，把他往气昏了，气昏了。粮道应在哪个手都不晓得了。众王也是如此认为他气恨，一个同仁是不知道，在谁是正先锋？黄老将军手内黄盖啊。原来是他，周瑜的恨着了，他这个是做文章的恨着，叫人会议在会议搞，原来是他，下文他不说，什么下文就是原来是他，
旁人不干我是他给我是三十九成了吗？这上两口大银的，他说第一不得。既然如此，来，这个督导，你得要赶快西马到江边码头调好船只到水师营，有请黄老将军上眼睛营上一要紧的军旗，上嘿，当在去了。村主就骂了，到哪去？到水师营有请黄老将军，慢着，老将军就在官厅，来，军中来位官人吧。周瑜他面前问我，周瑜这个人年纪轻，但是待人也还不错，宽厚。就在紫营在上下手两顶帐篷，紫下他有几顶帐篷，里头装一条柴堵全的，四五个都可以啊。早晚在这个两边帐篷里头休息。老将军今天早点跟甘霖说好，今天一早就吃了一点酒跟甘心吧。挂袖子好了，周瑜神炮助长，甘霖就把这两个人带到军中站板，黄盖上眼，上了眼他就呢早起早了，怎么早起早？他秦王不到宫廷，今天到了宫廷住下来，说是宫廷上衣着不整齐，地不扫扫，桌子不清洁，啊，你看一下就灰尘，尘火体动，是吧？啊。把这些党才骂得狗血喷头，中堂上讲坏嘞。黄老头今天怕你还那么干，秦勇一不来，今天来你看看招供我，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一个个头顶都不敢开口，慢慢的顺着我这个接满。老将军正在提防，欧主席扎出气，这一面前党才来了，是见老将军亲眼爬了，这一面前党才讲坏了。都督今天一大早就有气了，气成青面兽狗就有气，这个黄老头也是气嘛，一口气不放，但把两个全气啊，都要气出见识出来了。是老将军，吴小龙奉都督之命，有请老将军进帐赏一要紧的军旗。来了，对吧？罢了的来了，这又当差退了之后，黄盖路黄盖气成，报门了，啊。他报门就是一个丁雕，是正印先锋总督粮道黄盖高进，这壮军当里面姚鲁奇出了神，叫起浪头子了，一个个没出神啊，起兵子，兵子每人心里头都有一句话不好，这个不好不能喊，喊出来做了总总军长，他说一个人都有这么句话不好，文人听到一位打了汗巾，两个手拿拳头，乌江哥，要是恶主意，没人都一句话不好，都是不好的，没有出口，但是嘴也没动，把个气兵子总军长手里的披荆斩棘，在黄叔整掉下来都听得见响。个个都在这块心头凛凛回了，都督也是气，黄老头报门也是气，就跑了中东两道黄盖去了，叮掉一声喊黄盖告警，黄盖进了总军帐，诸葛亮坐在上面，头顶着立着五毛仙子，听见黄盖一声喊告警，诸葛亮一望看见黄盖进总军帐，心怒，哎嘿嘿，也大的也大的，你看一年也大的样子，胸脯子挺挺，头昂着。对，这个是认识也大的，这个不错的，这个人不容易啊。声名大，江东三十九城城仆黄盖嘛，老将。岳里先生不会出的，岳里先生胡能出的，胆量，六旬八岁走他们闯的，本事也不错。下文在马下武领教过的文人不如他，他两句话这茶包问得不得可给，后里都也不如我玩无语，哎，行行悬了，能够吃苦，因为诸葛亮咽咽摇头，能够吃苦稍微要打个结头，像周瑜总军长刚才他能够吃苦最多也不过这个数，诸葛亮就料定最多只能四胜，
黄的进了总兵帐到这位公安面前被嘟嘟老将黄盖见嘟嘟山这位小西西隔壁就说你出了这位大都督的身份本来见面就说你出了这位小西哈老将军杀你是嘟嘟呼唤老将前来忧火吩咐老将军这么请问老将军今年多大高寿老将狗长63岁63狗长73就没什么不是这个他是用的一种文艺呀、啊、你现在问人多大狗长多少就是了而且狗烟蟾蜍那个这一天啊老将军60有才嗯人生60花甲死你老将军花甲以外有才存疑不是老将军60有才请在我们江东这场饥渴大营是都督老将黄盖这场江东粮渴大营这又好像请啊老将军60有才这场江东粮渴大营嗯拉粮渴大营一是总督粮道嗯一是正印先锋哦哎呀老将军今年63岁这张这两口反战的大营正印先锋又说有事就是粮道又说出事就出事老将军请这么请老将军来没必是请老将军镇长你如其宿宴先锋营请老将军这张先锋就把粮道营让出来让泽木另添茫然你速夺粮道营请老将军把先锋营让出来让泽木另添茫然也不让好听你岁数大了黄盖给别让营啊让营就打得起来了不能是吧是都督老将黄盖今天一早上岸经营会朋友有件事斟酌听到都督声张老将不必进来我在外面滚顶尊灯等到都督退帐找朋友办事听见都督找人招呼老将没耽搁随时就进来了怎么今天一早才见都督的面都督就叫我黄盖让印请问都督老将黄盖这个两口大印上哪一口印误了都督的事都督叫我让印吗老将你不必问了中国老将军今年63岁不能执掌这两口大营说出事就出事的营老将军请站长两口都要让一口那不能请都督明言到底黄盖哪一口营上误了都督的事都督叫我让营嗯你又说出来呢老将军都督你明言要说这两口大营没有错的地方你叫我让印不能哈老将军一定要问啊老将军这个粮道印上稍带了一点不是什么粮道印上误了事嗯都督您说老将先锋印误事那老将就服了因为处长的先锋印你说我粮道印上误事老将不服没有不是没有不是黄老这话过来就扛了先锋营来北京不是出张的先锋营这些不熟悉地方务实粮道营不会的落座就张粮道营了眼看就是乌张粮道营你还不在什么地方老将军你不忙抢边上你还不晓得你这个粮道营上务的什么事啊泽木的大队未到之前我有指纹小于刚老将军该不晓得啊有时候大事该小小事该无零碎事抓住真灯啊我要跟上今天我就叫梁道国来跟上五天管一次我该是6管病管一个月管一次嗯老将军不是泽木麻木啊泽木一言既说毁下人谁敢不准梁道国担当官卑职小他胆敢不听泽木的话他说的
一个官是顾正登，翁廷桧会顾于临水了，他带我撇账。好，我说你撇账，他撇账的半个月官司我就没答应，他就填了三官零一天，我没猜到三官零两天，再填三官零四天，填到三官零四天成老将军。这个笑话他喊的神话不好听，再多我就不能了。嗯，老将军，周穆江东所有人民国府命令兵进粮草，而周穆现在在三江去当曹操军长，两米该被对战还是七不稳，都在七一年说是半年都七不稳，怎么为何军中的存粮只有三官零四天？老将军听说啊，这得十九天的军粮，二十天都不足。老将军可是这个粮道一场误事。原来如此，都督今天要跟账。官粮官官被这小赵实话讲。所以都督就是我黄盖粮道一场误事。都督，你这个跟账不防，你预先个通知我黄盖。你预先通知黄河涵盖本督在某一天跟账，你准备着粮米。都督啊，因为粮道应在我手内，上面堆山那些粮米道你不知道，一苦粮米没有你也不知道，是我的总督粮道，你没有通知我，你今天特乎其然的跟账，粮道官公被这小赵实话讲，你不能就说我粮道印上误人事，没有不是，没有不是。韩国老头接着就不承认，我没有错。哎，罗将军，你不是强词夺理，中国周穆江东军中这个时候不配只剩十九天军粮，二十天都不到，你都有了不是了？你是大都督啊，黄盖说话就犯险了。哎，你是大都督，谁大是最小的？黄盖尊称，哒哒哒朝底下跑了，浪音那个，浪音嘛打不起就能浪音了。黄盖到了中军帐头不顾昏迷，朝下一站，因为是在走中军帐上，两边都是有面子的一般文武。他朝这个底下一站呢，往是官卑职小的文武，黄盖站下的时候，呆，这个是，徐文武说，老头好像跟我们喊的来讲，跟你们讲话是。什么？跟你们讲话可是什么？是人，主将是士，你们跟住士，他没有不是，你们也就跟住士。就像今天都督特务差人跟账，你们应当要直言而谏。好了，都督要跟账不妨要预先通知黄盖，准备着粮米。你们没有劝都督，他认为今天特务既然跟账是个士，你们也就跟住是士。他就认为是事，什么叫个事啊？这个事是，官卑职小的这事也不干我们。他内心跟起官卑职小这个喊什么叫事？大的丫鬟、丑的小姐，走一走的上头这个年纪不容易白了，吼一声、报一声，哎，老将军，有什么理由来跟周穆讲？跟他们手下为何要较量？好，那就是了。哒哒哒哒，黄盖大踏步上了，嘟嘟。你叫我黄盖认个错，认个不是，那么老将就认个不是，勉强就认个不是。你今天特乎其然跟账，我黄盖要请问都督，我们跟你到三江可日期不少了，一直到至今，我等还不知道你大都督可有个什么章程破曹操，如其大都督有了章程破曹操。你跟账改成半年官司，两米五度，由黄盖出，跟周瑜半帮，周瑜大动喜怒，把他推去。